那就不会啊。这个程度意义。哈哈哈哈哈。是麦克。为什么要问一下啊？就没有就没有，你要问他要问什么？都有啊。但你要问什么？他只是个打工人而已，你要问他什么？他都是不高兴。对啊，我只是来赚钱。他只是个打工人而已，你要问他是怎么？你没有生日礼券是怎样？搞笑哎、欸。